这是情，这是什么呀？拿腕关节擒拿，乔便指关节擒拿，然后翻手一抓，又变成了肘关节擒拿，顺势而为，顺境而为。这是我发现的又一位擒拿高手，名叫赵大元，对擒拿有很深研究。他的爱徒刘明亮先生创立了一种擒拿练功体系，我们来看看，主要包括手臂功、眼功、腿功、身功、吸肘功、养息功和养神功七种功法。先看手臂功里的快手功，这是在抓彩线。所谓天下无功唯快不破，练快手功就是练速度和反应，而要想在一堆乱线团中准确抓住不同颜色彩线，必须眼力好，动作快。第二种练法是快速抓拿短棍，高马步站立，短棍竖握，然后松手下落，快速抓拿，也可以平棍练习，带有攻防意识，提升反应能力。第三种练法是素手抓球，通过弹力球反复来练，包括体前直抓、体前横抓、至强接球、小球反弹的方向和速度，可根据自身能力增减。第四种练法是快速空击，假想对手就在面前，这个空击动作叫暴行快手，一手推压格挡，另一手朝前横击，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这招叫撩阴掌，一看名字就知道不好惹，一手护头，另一手撩击裆部，抓握旋拧拉拽再掌切，打法精妙，防不胜防，确实有一招制敌之效。而这仅是练功体系一小部分，还有呢。